这个版本的 VIP 对应魔，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啊，就是比以前的 VIP 对应魔好打，我觉得这是大家一点误区啊。但是呢，VIP 对应魔的话，就是说前五级可能不会比以前好打多少，但是在中期会好一点点，因为以前的 VIP 的输出太低，在中后期。但是前五级为什么前五级的 VIP 可能不一定比以前厚？可能还比以前脆一点，而影魔就是前五级有很好的爆发力，但是更关键是看走位怎么躲 SF 的几个影压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。确实是，这两个英雄 solo 的话，确实看走位啊。对，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solo 组合，还有 BR 对 SF，BR 对就是 BR SF 和 VIP，这都是中国 solo 的经典。那还有最近比较流行的这个炼金啊，还有小鹿，这个也是两个人都在控制小鸡。两边的符看一看。一个赌上路，一个赌下路。刚才比赛两人都赌了下路。恢复，那么带控符的比赛，SF 是非常有优势的，VIP 就差一点。但 VIP 如果中路拿了一血，是可以直接下去把血补满。影魔这个卡兵啊，很帅气。那周可能确实有一点点延迟，天台这么好卡兵，还是漏掉两个，补一刀啊，少妇补一刀。被吐一口。再吐一口，哇，这个少妇的补刀也太犀利了，直接一个二杠零啊！那 VIP 现在攻还没有二技能的支持，吐一口，这目前周还没有开锅，这个周有点放弃补刀的意思，对，有直了接给法你就用点。点，有了法就用我点，那确个实是打得很奔放啊，那直接把 SF 算是压出经验区，这边又连着被，哎，这个兵没反补成，但是目前正补还是零。对，直接逼的，啊，漂亮，另一样，直接逼的 SF 是把第一个大罐子磕掉，那么这个罐子是非常关键的，刚才也是卡到 SF 没有两级影压的时候跟他贴身。而且 SF 的蓝我们看还不够三个影压，目前看，只要能让他再放一次影压，他这个蓝就不够了。然后这个 S 键取消了，还是压到？有三级的 VIP 了，这刀没有反补成，SF 只够两个影压，那 VIP 看敢不敢靠近他？就是。哇，这个补刀也很做的很犀利。我们注意两边的小鸡都是探了一个符之后就开始啊安分老实了。感觉到五级的时候可能要出人命。我们知道 VIP 也有个改动，就是它的这个二技能对反补将无效。所以说刚才几次反补中 VIP 并没有太好的表现。那 VIP 这个血也太少了吧？SF 虽然没有两个影压的蓝。但是你这个血量也说不过去，双方都在拼这个经验啊，谁也不敢去拿那个恢复，只有杀人的人才有这个可能。两边小鸡都没动，都在家里呢，漂亮！周现在这补刀今天有状态了，然后对这个延迟也渐渐适应了。哎，这这个位走置，位一漂炮，亮，哎呀！漂亮。那么这个影压其实是周的问题，周他当时不该下来，有这个高地不占，非要下来干什么？他真的以为自己血，他如果是满血就可以跟他拼，因为他只够两个影压的蓝，他当时这个残血啊，少妇也是算得很准啊，一个普攻加上一个 C 炮干掉了 VIP。对，是只用了一个二级的影压，而不是三级的，VIP 也可以，这会是没有蓝的，哎，这个。小鸡要注意护好啊！马上 VIP 就可以到五级了。SF 有瓶子，那这个符是绝对不能让 SF 吃到，让他吃到一个恢复的话，光影压耗血就受不了了。
但 S F 还是想吃。那小燕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 VIP 不是黄点对点以后，他这个蓝不够土，觉得吗？我觉得还好，还好，因为你土人是为了打血，对不对？嗯。你有二技能支持，你这个土人的效果就能出来了，就能够把人给土死了。而以前的话 ，VIP 因为没有二技能支持的时候，他当时我记得比赛遇到半人马，那基本就是绝望，就蓝打完了，半人马都没事的。就只要半人马一个大吐出去，再想粘人，吐着吐着这个没有蓝了。是蓝没有一直是 VIP 的一个麻烦事儿，嗯，包括很多中单英都会有这个问题，比如像那个血魔啊，像这个各种英雄都需要蓝。那么我建议就是说，中单抓人的人最好是背一个小蓝，这会不会吃三炮啊？啊，直接跑到了 C 炮的范围，离开了 X 炮的范围。那这个比赛也是，就是卡别人不到五级时候过来打。啊，野魔是已经买了鞋子了。哦，我看被塔罐子补了，漂亮。哎呀。两个人头，这个这次打得也很漂亮啊。VIP 还是发觉到有问题，但是已经晚了。提前买好了 TP， 就是这个 SF 打的确实很聪明，他就是卡到你没有无 CD 法球的时候过来啊，非要卡五级这个卡，哎，因为有五级不好说，别人有鞋，还有鸟，还背了眼，独眼，把符控到底了，怎么样？但是没有血，这是 SF 最尴尬的一个事情，他没血。它只有蓝，啊，一棵树420多 ，VIP 有大的话真不好说 ，VIP 的钱确实很少，两眼呀把人耗走，大罐子补补，上路的双倍，这个符我们看，两个人都去抢，非常漂亮，视野，这个、就是视野啊，他从。就是办掉了蜘蛛，对，蜘蛛这边是不是也是啊？哎，办 VIP， 他如果看直播，他就不办 VIP 啊，啊，这就是掌握情报不够充分，赶紧去论坛刷帖子，看看周上把谁用的不好，啊，这次还把 VIP 办掉了，我们看这边选了剧毒，啊，插棒子，刻塔流，对啊，这个选个谁刻插棒子？选个小德吗？小德用小熊太棒了，那可能时间就会稍微长一点了吧。谜团。谜团。OK OK。开了。卡了。我们看谜团跟剧毒锁这个两大辅助啊，路人里面的辅助，我还真不知道谜团 solo 怎么打。都是召唤流的吗？这个貌似周的延迟是可以接受的，我看他这个操作啊，谜团是背了小蓝，感觉谜团在三级的时候就可能被吐死，被剧毒，你说给他点死吗？剧毒直接就毒死了。我们看他俩射程啊，剧毒是450，谜团是500，谜团还比剧毒远一点呢，这可能大家感觉不到，你知道吧？很多人都很忽略谜团的点人疼啊，实际上谜团点人非常恐怖的。但是感觉谜团的前摇比较大。是，他的前摇比剧毒差多，而且剧毒有这个 DOT。剧毒是不是派积碳路？这次周也不派积碳路了，可能这两兄这个。我们看这边谜团的话，如果小谜团。